我说我还一直在这边说话，有些人可能就是进我直播间，哎，进了就退了，现在可能就是过来看这个的，像这么多少钱？我扔手雷了，双杀。操作失误，我扔手雷了，我扔手雷了，加入下蹲动作，我扔手雷了，双杀，我扔手雷了，我扔手雷了，三连杀，我扔手雷了，双杀，我扔手雷了，双杀，双杀，三连杀，四连杀，剩余十个杀敌数，三连杀。
这他打不准，就是你走动的时候不准的。设定慢了，放头，双杀，三连杀，三连杀 ，success， nice work。这个枪伤害太低，伤害太低其实还好，你打上半身能打死人就行。就这个枪唯一的问题是你停下来开枪就很炸裂，停下来开枪是最炸裂的一个状态，你必须要停稳了然后开枪才可以。哇哦，其实我之前有打 AWP 的一个就是停下来然后开枪的稳定性的话比这个 AWM 更好一些，就觉得它这个可操作性很强，被人打到的时候两把枪其实都没有不会差太多了，就是一般来说理论上来说。这枪好像扰动特别大，双杀，双杀。打狙其实还好，觉得操作起来没有那么难。双杀，三连杀，四连杀，杀人如麻。这狙能打到，太神奇了，不大可能打到吧。我觉得刚才那局应该是打不到的，试试看打到了。啊，就开镜了，好像还挺快。双杀，三连杀。
哎呦，真甩不到他，好烦。打了一个落地，可惜啊。Mission success. Nice work. 18, 45, 18. 这个算是算送的一把狙啊，还粉色的 AWM， 亘古永恒，有文化。AWM， 粉色的花朵为主。很有意思的一把狙啊，打这张图鉴还好，拿这把狙打。如果用八八式的话，能打得更好一些，可能能好像那么两三个战绩吧，这样子的，可以感受得出来。新疆，你们今天上游戏的话，都能免费领的，永久的。这把枪虽然。一个直线，
区域扰动也太大了。哇，这都打头，这开玩笑吧，瞄胸部的打头啊。我扔手雷了。不被打到还好，被打到就凉凉。受伤。啊，可真的太操了。受伤。妈的，这些怎么啊，三连伤重打。我扔手雷了。爆头。剩余十个杀敌数，我扔手雷了，双杀，三连杀，四连杀，我扔手雷了。这火箭队已经输了4秒，妈的，这傻子，等着举报吧。哎呦，打个免费狙就自秒了，你这个心态有点差。那我要是换了英网这些枪，那你不是被我揍得更难看了？这只是一把 AWM 而已啊，那么害怕干嘛？我现在感觉这个技术感的话是差不多找到，但紧张感没有上来，这个状态去打爆破的话有点伤。好危险，三连杀。我再次跟大家说，我都是瞄胸部的，我这人从来不打头。假的吧，这火箭戳的。双杀。三连杀。Yeah.
不到他。糟了，没打到哎！受伤！受伤！三连杀！我要找雷了，受伤，哎呦，出来刚好给打到了。我操，那刀下去都起刀去第二刀了，还能给刀了，我操！烟雾弹逃脱，受伤！这冻的跟他妈兔子！三连杀！十个杀敌数，他这个动的时候就打不准，我也不想在这打，我也想走出去打，但是我不行啊，我走出去我就死了。炸死他们！Mission success. Nice work.不打这个了，我先换把狙，我先把八八四找上去。八八四虽然打起来比较攻击威力没那么大，然后就切枪也没那么快，但这把狙我觉得唯一的一个优势啊，就是这把狙可以做到就是停下来开枪，然后相对能打得准一些，会比 AWM 快一些。
这个狙最重要的就是你停下来然后开枪的一个效率和稳定性，这一点上 GP 狙里面也就88式会比较好，其他狙做不到啊。你打顺，你有 AWM 打，对面又不是傻子是吧？哎呦操，好卡呀、啊！直接开打爆破吧。哦，今天吃了一点钙片，完了就希望那个骨头能愈合的稍微快一些。Mission, 啊，不然每天都很烦，就特别烦。人其实也会这样，时间长了人也会烦躁起来。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. B side. 他进来，位置都没打。门口还有。哎，哪儿在打他？我靠，你这要拆的话，刚才都抽拆掉了。没有没有，他在另外一边，有人打他。没有没有，我在看人，我怕有人过来的。Mission failed。哎呀，拆不就抽高了？抽的那两下，抽的那两下都能抽。这我的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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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到这哥们。我怕有人打我，然后没人来。啥图啊这个？哎，他没玩过，我也没玩过。他 CS:GO 玩过。我扔手雷了！我操他妈都是人才！我操！我扔手雷了！我扔手雷了！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. Site A. 双杀，三连杀。Mission success. Nice work. 闪光弹投出。这头最少半年没打过了。那我前段时间刚遇到，上星期、上上星期、上星期吧，应该刚遇到的。那我倒是……我扔手雷了，闪光弹投出。闪光弹！我扔手雷了。大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多，好多好多，都是大残，都是大残。侧面还有一个，对，侧面，漂亮，掉包掉包，直接掉包。Mission success. Nice work. 完了的。大哥，别再闪了，大哥。我本来双十一个闪，直接冲出去打，然后你又给我来一个，我操！我操，在哪？在那个屋上，在那个屋檐上。95D他们家。
差点挂了。Mission success. Nice work. 刚好看到他过来。注意，闪光弹！Mission success. Nice work. Basha is. Oh, come on, don't push her. 注意，闪光弹。要不要冷一点啊？注意楼顶上有人哦。我这边来人了，我这边。Mission success. Nice work. Then you find the song. 我扔手雷了。我扔手雷。闪光弹。
还有一个在 B 点。Mission success. Nice work.对面也是手伸得很，打这张图。但凡对面要是手感好一些，也不至于打成这样。闪光弹！我们队友基本就去送人头的，感受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去毙了大餐。掉包，B点好像就这一个坑吧，那别的坑我不知道，应该只有这一个。哎呀，这个最近是不是手感欠奉啊？就老是会去点右键，不该做的操作。嗯，其实还有一个坑，妈的，把火踢掉我。Mission success. Nice work. 对面合计一下，打一个 rush 会比较好。我扔手雷了，注意闪光弹。Nice work， 队友真的一个一个去送，葫芦娃救爷爷，想不通。KD 比十点零，爆破战两次爆头，十次吧，两次都做不完了，就切一个十次爆头，我真的是这直接放弃吧，这个任务，明天赶紧把这个任务刷掉了，这任务弄不来啊。这游戏现在开始送防弹衣和防弹头盔了，我觉得这个倒是挺不错的，这点、哦、绝对是要点赞的，特别好。受伤，我扔手雷了，
他们。我热手雷了。我热手雷了。双杀。我热手雷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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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甩没影掉了，我这个鼠标好像怎么有点拉不开呢？奇怪了，设置应该是没有改的。上次打这张图真的是把我气吐血了。我左边啊，快来啊！比赛开始，我快等不及了。爆头！左边来支援，左边来支援。我扔手雷了。
望不是很疼。下毒。哎，左边凉了。希望不是很疼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啊！左边打加一来啦！有狙啊，对面的前底白天，左边凉了，我扔手雷了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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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左边比较好打，战绩能打比较好，快来了，推他们家去。我扔手
哎，都不出来了。我扔手雷了。我扔手雷了。十个杀敌数，我扔手雷了。受伤，我扔手雷了。三连杀，我扔手雷了。要赢，不出意外的话。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，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。双杀，27杀6死，真的卡家里打太爽了。好慢啊，拼图拼的少。3、2、1，双杀，哎呦呦呦呦，三连杀他们，他妈的又不理解。四连杀，杀人如麻。双杀，三连杀，四连杀，杀人如麻。这个狙击枪，三连杀，双杀！我操！三连杀！我操！你昨天这么赢的吗？这么硬的吗？我，那你那个猪怎么搞？这么硬的吗？哈哈，硬的吗？哎呀呀！双杀！三连杀！哎，江宇，你那个朱雀皮肤是怎么搞？在哪里？问地震点。江宇，江宇，双杀！江宇。降雨在哪里搞啊？怎么搞？炸死他们！双杀，三连杀，四连杀！哎，闪光弹投出，
于十个杀敌数。Success. Nice work. 来结束了。啊，是啊，还挺勤快的。空间罩，你的那个98K满了没啊？6600游戏点的那个，哇，这可太草了！哦 ，M16 真吓人！马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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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Mission failed， 走逼点，比赛开始，我快等不及了。厉害了，我想看一下怎么样。负了6个啊，这怎么打呀？两吧，毁灭。闪光弹投出，我要手雷了。我打在位置上了，这个很麻烦，家里都死人吗？啊，原来是这样，那可真难啊！闪光弹投出，我扔手雷了。啊！专家，车到了。来了，屁股双杀，三连杀，真失败。我守家吧。不是很疼，双杀，希望不是很疼，三连杀，亮亮亮，失败、啊、看到他的爆头了，难受，年纪哦，我刚看到年纪轻轻的打什么狙呢？轻狙推荐啥呢？轻狙买英王吗？或者白嫖圣冠都可以啊，看你自己喜欢哪一个你就打哪一个。